好，他这一个叫鱼腥草，然后呢？好，来，我们边走边告诉姐姐。好，我把它叫清楚一点是什么东西。对，好，他刚刚说多少钱？鱼腥草一斤二十五，一斤二十五。哦，是、啊，那样一把大概就一斤嘛，哈。嗯，大概吧。哦，你看这边有这么多菜，哎，等一下回来可以买。嗯。你卖到几点吼？卖到大概六十啊。哦，安尼。那个鱼腥草，它本身很好吃。哦。然后清凉退火，它是广效性的药草。哦。广效性药草，所以你说它什么用处，大概都。就是都有一些，那基本上你消炎退火这些都有，那它本身味道很好吃，哦，是这是重点。怎么吃法我搞不清楚。你煮一点鸡肉汤，或是说你煮单纯炒蛋，或是直接把它煮黑糖水都可以，很好喝，而且煮完之后完全不会有鱼的腥味，是淡淡的那个青草香，或是淡淡的另外一个很舒服的味道。哦，嗯。啊，洗水果好，来，这可以洗水果，那这个水可以吗？可以啊。